英俊小生与性格演员曾江，外形俊朗性情直率的曾江，年轻时于粤语片圈稳居主角，擅长功夫了得有正义感的武林少侠，年岁渐长转型剧气场的金牌绿叶，曾江对戏剧表演怀抱热情与理想，于81岁高龄荣膺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。曾江本名曾冠一，影星学生情人林翠为其胞妹，20出头即应邀主演两部国语片，为自觉性情不适且演技木讷，为己赴美留学攻读建筑，毕业后返港，在当时妹夫导演秦剑的邀请下，玩票性质重返影坛，随即受到瞩目，适逢1960年代中粤语片蓬勃，常与陈宝、朱雪妮等女星搭档拍摄百余部电影，随着粤语片没落，即将重心转向电视，亦曾演出舞台剧，持续演艺事业不错，也因英语流利多次参演好莱坞电影。曾江有过三段婚姻，育有一子一女，2022年于香港九龙酒店隔离检疫时奏事，享受88岁。